跟他说，我们中国人必须得给钱，不给钱那不是中国人。You are Chinese, you are my best friend. Today Independence Day. 他说，因为今天中国的国庆节，所以都免费了，没关系啊。因为我是中国人，他不要我钱是吧？对的。那不是不是你这这。It's okay. It's okay.他说你是我们的好朋友。 No, 不是你跟他说我们中国人必须得给钱，不给钱不是中国人。你跟他说谢他，但是咱们钱必须给他。 No 还有这个是我从中国带来的咱们这个中国节啊，你看巴铁们都他们都不要钱，咱们把这个礼物送给他啊。 This is a gift gift for you. Thank you 这么多多少钱？ No money. Thanks. No 你跟他说这些差不多是大概3000块钱吧，咱们中国人必须得给钱。You money? No. Next time. 下次你来，下次给我。他说今天中国的生日，所以今天不需要钱。啊，今天中国生日是吧？他说下次来，下次钱给我。下次再给他是吧？啊，对的。OK, thank you. Thank you. China Pakistan Singapore.